以为我们寻根来时路。在来之前，其实我做了很多的功课。当我踏进洛阳这个地方，是非常非常激动。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，这样的一个建筑方式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去了解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，回想一下当时唐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。敬大唐，仿佛回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永世难忘，打开了新的世界吧，我感觉。几千年前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出现在现代我们的面前，就感觉和这几千年的历史相遇了一样。虽然说它静静地躺在那边，但是感觉它像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，告诉这个世界。我觉得那么多年一直坚持喜欢中国历史、中国文化是正确的，是我自己觉得骄傲的一件事情。